我们开始比赛了啊！闭上眼睛，尝尝是什么口味的，谁猜对了就给谁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小妹妹先来。什么味的？嗯，就苹果口味。第二个，尝一尝，什么口味的？桃的口味的。第三个，什么口味的？嗯，巧克力口味的。第四个，什么口味的？嗯，也是桃的口味的。姐姐来，第一个，什么口味的？青苹果。第二个，桃子。第三个，巧克力。第四个，一两个吧，一拿两个，一选两个，来，妹妹选两个，啊，你来选，开始吃吧。吃完了冰淇淋以后，一定要记着拿这个喷一喷牙齿，知道吗？妈妈，我牙疼。吃这个冰淇淋吃的吧，别吃了，放到盒里。拿这个糖果虎的这个喷雾来喷一喷牙齿，吃完了东西甜的凉的一定要喷一喷，知道吗？要不然牙齿会长虫子的。再吃一个。你别吃了，一会儿再吃，先放一边。